先来试试看，在四拍的三连音里面使用四四四这样的打法。我先用大鼓来踩拍子，one two three four，one two three four，十二个音的速度应该是这样，one two four。那把它变成四四四，都打在小鼓上面，one。四个音组就换一个音色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试试看，one two three four。当成过门，搭配节奏试试看。再一次，当然，这个我刚刚用的 shuffle 的节奏也可以变成，十二八拍，或者是说六八拍。或者是swing，这个都是四四四的打法。刚刚用的是每四个音换一个音色，你也可以换别的方式来强调这个四个音一组的感觉。例如说，我把每四个音的第一个音，下一个重音。或者是移位到 tom tom，所以三个四听起来会是这样。终于你可以自己决定移位的地方，来喽，one two。